大叔，你果然有来历，以后我七色大叔也会来找你。跳！阿弥陀佛，现在现在，七色大叔已经离开，赶紧将小金刚的身躯带回魔魂寺啊！兼创驾公孙凌，南庙内，都是金太监啊！为什么？老头走哪里去？对。当亏都兼创驾公孙凌，你现在回千德林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官路相见。他就在千德林动了卡手啊！哦，原来是八五后的师傅七色大叔，为啥样气喘如牛？飘松客流说不定，洪财威宽仁大叔高见了。莫分是120回出家人，宽仁大叔吗？这是，希望不亏飘松客做我一阵，结果宽仁大叔的性命。魏英子，现在我的身份不能明显化。七色大叔，你不是联络海角洲18栋人，要夺取大王座的内容干吗？
说起来真见笑，我的计划竟然比了天下间最无路用的金家先来迫害十八洞的同志，全部阵亡。那洞主纪律仁王海天尊呢？纪律仁王海天尊正在与孤独仁王都无留决战啊！照我看来，纪律仁王海天尊是输定了。怎样讲啊？孤独仁王都无留，手中所拿就是我找找真久的天阙宝刀。天阙宝刀，对，我为何来生死山运机，就是为了这口的天阙宝刀而来。想不到竟然落入孤独仁王都无留之手。飘松客，你认为这个人是不是红药金都独眼龙化身？照我看来，一定是红药金都独眼龙。你为怎样真肯定呢？因为独眼龙跳入寒冰潭之后，就出现了孤独仁王都无留，而且手中也有天阙宝刀。生死山每一个角落我已经切过，只存寒冰潭，可见这个人就是红叶金都独眼龙的化身。言之有理，那此人要如何应付啊？当然也是由多数金太极去应付，有可能胜利吗？胜负各占五分。七色大师，你赶紧进行你的工作，夺取雷龙角。好，我马上进行出。苏亚门，你若是当躲过劈的车追杀，最后也是走上死亡之途。准备观看纪律仁王如何应付孤独仁王都不留啊！孤独仁王都不留，今天纪律仁王手中的钢铁已经打破你的脑袋了。是吗？孤独仁王都不留。不留都好，不留人。你心情无人会了解，我的心思无人知。当初伊是我的心爱，现在变别人的太太。无想，不知通悲哀；愈想，心内愈愤慨。心肝亲像做风台，怪我爱伊太厉害。如今要哭才知，也无目屎。用的刀法完成一刀流的刀法，加上你手上天阙神刀应用自如，恐怕连多数金太极也望尘莫及啊！是吗？休等我，独眼龙，休等我了！真是一名多情的女子。就亲像当年我爱伊别无别共款啊，原来是五魁在来八魁飘送去不敌顺化，这是永远三诺，你也在金中这位孤独英雄都无留吗？是咯，飘送去你的刀型比阮三人较深，你看这个都无留是不是红叶金都独眼龙呢？这我唔敢下断言。不过是真有可能，因为红叶金都独眼龙在生死山失踪，这个人又在生死山出现，所以真有可能啊。哦，但是我有听人讲，寒冰潭的水是非常的冰冷，任何人若是坠入寒冰潭，温死无生。难道独眼龙坠入寒冰潭，要有可能生存吗？这就真歹讲哦。天下间真是代志是互人料想未到。我有得到一个消息，听说多数金太极正在找找我的挚友多剑统驾公孙陵，
伊是毋是往到清德林呢？清德林，哦，公孙瞻不有性命危险，关侬做金国碧，咱赶紧往到清德林看卖。三路，我会将这个消息讲予恁知影，目的就是要予恁三人去替公孙凌休息。表面上的工作，我要少做，到清德林。回到清德林，都说金太极要抬我，就无很容易了。嗯，奇怪。为啥样无听见清着摇动的声音呢？难道他们所谓清着全部被砍断？我完了！把开飘送去，你的手段比我料想中搁较残忍嘛！都是金太爷、公孙凌，这处理走不落了。这是我的结束。万一我那是死在你多数之下，希望你唔通搁再杀害着我的徒弟向魂飞。不在恶名单里面的人，唔是我金太极下手的对象。好，现在你可以动手了。目睭表金，瞬间多数管理的手金。凡是黑名单的人，一个都不使留啊！啊，咱来了确定了，可怜公孙凌老前辈，该确定嘛是无确定，凡是该确定，连恁三个嘛巧的，多数金太极实在凶恶，一回唔知什么人要遭受杀害，我看会轮到咱三个了。这是不可能，伊那是要杀人，早就向咱下手了。我恐怕伊会去杀害杨文啊！哈，嘿，杨文的功夫很厉害的，免惊啦。尤其伊的巡洋将，虽然杨文的巡洋将真厉害，可是伊的伤痕未愈，也无法使用。若是无伤多数，也是死路一条啊！杨文敢不是要天山顶？对，天山顶有一颗叫天敌，听说叫天敌的敌最有可能治好杨文的伤患。可是皮尔乔正在采取极端的手段，我真是替杨文担心哦。哎，飘霜起来啊！六，多有多剑，创者公孙凌必杀，只怪我太大意。原来我有生多数无见，紧就出现。多有，你死得苦中万分哦。飘松客，代志已经发生，这也未当怪你啊！飘松客有生之年，绝对为多有公孙凌报仇。多有，你安息吧。这也难怪飘松客悲伤，当年我亏东升入蜀，今天突然间失去东方，这种的心境是无法去形容啊！对了，以后吼，你文贤也是巧的，我怪侬做嘛是同款这种的心情。文贤性命真润呐，你放心。哎呦，哈，无经过比啊，你是倒一道山去搞无安。嘿，这个所在又较奇怪哦。经过比到底有什么奇怪的所在？哈，无采讲你文贤是咱三路的头，连这个奇怪你也看无？是啥奇怪啊？你嘛赶紧讲。您敢无看伊这清德弄起用站甲无半支？对啊，为怎样清德林所有清德全部被砍断，我乃无发现。也是我目睭较金，我嘛是甲你学的。这种情形，若是要讲予多数金太极所砍断，这是无啥物可能。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啊，我想着了。有第三者来破坏清德林的地形，
破坏清德就要地形，那破坏哪有什么路用？当然有真大的关系，因为金太极所使用的刀术，若是在一片空旷的场所，伊就可以完全发挥。在清德林，清德林立，原来是对刀剑创者公孙连较有利。一旦清德全部被砍断，公孙前辈就无掩护的所在了。哈哈哈！真聪明啊！一片的敌人就是被我两人所砍断，弟叔公孙连皆惨死在刀术金太极之手。中原三路令三个人也是无法离开此地。扩建他，他可是个金库。欢乐相见，剑法精神，永远三路名在掌心。危险，走！对。小朋友呀，后边是多的是哪个？你是什么人竟敢来动咯？向坤辉，向坤辉，严都是多兼冲击公司人的徒弟。人呀，该好，你师傅跟师弟嘛好去该最欢咯。什么？师傅必杀，何必多言夸奖他？向坤辉带着哀伤的心情回到钱德林，想当初来到钱德林，清德翠绿，如今却变成一片的废墟。此时的向坤辉，阵阵的心声涌上心头。老师，老师，我的坤辉，为师就是不幸失势。你就将清德林最大清德化归，怎样？老师，啊，什么人？是我北魁朴松溪。原来是无敌前辈教伊，这是灵叔的尸体，我已经将伊掩埋。多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为怎样取得清德全部被砍断？对手最受金林响，竟然派人来砍断所有清德，第四列罗斯这必杀了。到底是什么人用这种战斗的手段？这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会慢慢调查。灵书所有笔记以及重要的信物，是不是有交代给你？无，不过我的罗斯有交代。哦，交代怎样？交代我免为悲伤，也免回钱的人，伊早就将所有剑谱笔记放火焚烧了。嗯，安尼做也是算对，以免这重要的物件落入歹徒之手。好了，我要去找找刀术金太极，何为刀友复仇？切！外记得清德林最大的清德就是在后山所在，照着老师的交代化开清德。从这人一百五点通过了国风节之后，继续向着回朝岩逼近，来到中国。朋友，你是怎样？我叫做金聪聪，是冲出毒素的毒枪。老前辈，毒素是由你所打造？这是铁门的人将我留下毒素的秘密，用了寒湿毒枪怕你不会起来。我那是死，永远就无人法度解破毒素了。老前辈，
让我吸出你体内毒针。哈！啊！蝴蝶姑娘，英雄英年向暗之难敌红，我已经将九条心毒送入蝴蝶的体内，以性命只存一刻间。人之凡人，真阴险，何必多言回来？向向向向向，我这边性命只存一刻间，总价是要如何对付呢？温州大儒家苏阳文忍受痛苦，终于来到天山顶了。此地就是天山顶，真不幸闪电劈了车呀，各位。六六七，苏阳文和你回风去了。我又将那两个龙来毁掉，这台劈了车吧。下动苏阳文性命危险之时，南亏西亏同时出现，因两人有可能应付劈了车吗？嫌疑嫌疑嫌疑，向云飞手中的亏信到底是暗示什么？阴谋阴谋阴谋，果然大阴谋，结果是何？车变天继续说话，我们这部队是太强了。